大家好，我是本期极限挑战的极挑发起人张艺兴。最新一期的节目，我们去到了海洋公园，遇见了很多可爱的海洋生物，同时也意识到，由于人类的破坏，导致一些海洋生物正在逐渐失去它们的家园，成为濒危动物。加入能为海洋动物做的事，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想法，一起加强环保意识，关注海洋保护。